要开始啊 ！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咱们来一期吹散粉变妆，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丝滑呢？你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了吗？迷人的小萌迷啊！大妈，要命啊！怎么随便出现在别人家，还自说自话？这个我好怕会变成巫婆。哎，差不多，很像哎。哎，不过是男生。这会是保佑我，这又是谁？怎么都是奇奇怪怪的呢？哇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你也试一试散粉变妆，看一看你会变成什么样。明天视频还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视频不见不散。